哦，这个不错。倪萍，那是我们的哦，不要乱猜哦。好，对，没错。守护我们家，我思考。哎哎我们家，啊啊啊！我们家被拆了，我们家被拆了。都过来，炸弹。又猜一个，来，接下来你们加油，我防守就好。他已经全裸了，对他啊，今天皮革都不穿哈基在猜我们，倪萍，你看你还在干嘛？哈基在猜，我在干嘛？哈基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射他！射他！啊，你哈怎么？基说，哎，你怎么不去？你的弓有附魔吗？不是有给你附魔的。动就会死，动就会死，趁现在射射射射。哎呀，射射可以射射，都倒了，都哎，倒了，都他不倒见了。了，这我给个世你界牛发出排，血了，都在那炼边金苹在果。寻找。好诶，动了，动了，动了，好好好好好，那是那是那是，我现在有很多钱，我可以动做什住么不呢？洗澡。你现在很多钱，买一堆炸弹啊，去炸炸看。好。现在还在重新弄附魔。对。给你垫脚石。就通常这个我们就被炸过，比较低等的话就是放四个附魔台啊，四个书柜啊，四个书柜，因为四个书柜就有机会附到燃烧，燃烧就很有用，很有用。我这把弓还没掉，我满足。我抢你！中间这边他们又再来了，倪萍，是，我给你们炸弹，修弹机嘞，你就要来来，好来来防守。防守，还有其他的人，只有我们两个，你小心被炸下去哦！哎呦，好痛哦！其他人呼叫，来了来了！哟，他怎么可以这样电啊？那是技能，那是技能，那没事，那个要猜很久，晚一点再去就好。那主播，那主播，这里有这个，怎么了？中间我们要先一起把杰克给打掉。好啊，那个哈基在那里，等下再过去。他那个要炸的啊，那要猜很久。我又蒸好碎了，蒸了一波碎，来吧来吧来吧，去去去，去去去去，换钱换钱换钱 ，OK， 换炸弹换炸弹换炸弹。夏洛蒂不是有弓吗？他们先回去，对，也可以善用你的弓箭。换，有，我刚刚杀了蛮多人的，抓到有人在，换金苹果换金苹果，有人在偷吃不该吃的、啊，哎，下去，这个我再一弹。这个我在干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哦、完了换完了换完了，你往后一点哦。小朋友们去炸、啊、去冲！啊，我要做什么？嗯，不要玩掉，不要玩掉，我在技能，有有有技能。哦，小弟小心！哎、欸，小弟你都没有换那个盾牌，哎、欸，我给你。有啊。这该怎么办？他要偷我钱吗？小弟小弟不要动，我给你盾牌，你没有盾牌。哎，我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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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、只是我们。有带，我喜欢拿的。不习惯拿盾牌哦，孟娜，我有给你一个盾，有。因为我觉得他会还我。还你什么？还你盾牌。啊，痛！因为盾牌会还数，你把你取他。哦。好痛哦！他好烦呐、啊。他无敌，他无敌。没事没事，梦那个梦梦主播，他其实裸的，他其实裸的，不要怕。我知道我知道，我不怕他，但是我需要那个什么？嗯，什么会飞过去？等下为什么有人飞过来？你叫什么？这里苹果苹果，给你给你。你吃完了。这里。现在就是杰克是有装的哦，他是强烈装，他是燃烧，然后敲敲巧克力，干嘛？你的后面有金苹果，很多很多，可以。好好，谢谢。现在是让你们上，称职的。好，但现在更重要是让你们上。我做守护，我先回家，我也好怕。夏洛蒂有学攻击跟防御的技能吗？还没。对，都可以买。一个也是40块，攻击就是爆炸，很好用。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没事没事，有保护你，不要怕。他还用那个、哦、中毒箭矢。对，买个买个，买个无敌黄金。怎么有人被？我的杰克。哦，他的燃烧有点烦。这就是挑战。国王，国王。
国王，国王，国王撤退，国王。他是在免洗冲，他是免洗冲。好痛哦！啊，凋零，他们使用凋零。啊，为什么有凋零？好痛！他们用的，他们不能撤退。他们国王巫术。我刚刚杀人，火装巫术。有啊有啊。你也可以啊，你现在用凋零巫术书。凋零，凋零巫术，我最使用的巫术。吃吃吃吃吃。啊对。有你用巫术了，我用巫术了，我用巫术了啊！你怎么对我？我怎么对你？换钱，换钱，换钱，换钱！好，换钱，我来帮你们。啊呜啊呜！他们又用了，太坏了，你太坏了！我也要，我也要！双方巫术，可以可以。什么？你们你是慢慢来，你够了够了够了，先先等等，我们巫术值比较低。好烦啊！吃吃吃金苹果，吃金苹果。两倍杀伤力，好像得先回来。他们掌上巫术连击，没关系啊。你皮吃金苹果，你不是叫我们吃，你要吃，你的血量都被我们看到了。我有吃牛排，我有吃牛排，吃金苹果才补得回来。重担小心，我的金苹果都我没了，全权交由我的子民。哇，抓没了，没事，也都快时间了。还好，他们等一下可能又会再一次哦。嗯，好。反正我没了，我就去拆拆牌。嗯，免洗拆也都是很强的。喂。假装我这边有东西，但是其实里面没东西，这是一个间谍之术。没有，他最后要拆到里面的啊，所以我们把他这个赌一赌。妈，我来，好痛的！他死掉，他死掉！被阿喵打爆了。阿喵还是很有战斗力的。但是我们的夏洛蒂，他要来了，他要来了！你的弓箭也太强了吧！我弓箭从开场拿到现在没有挂过。来了！哎，你的弓箭真的很猛哎！哇哇，狙击夏洛蒂，这个阿喵在闪你啊！你的武器怎么是拿稿子？你们剑没有升吗？没有换到，没有换到。他剑走上面。斧头，对，你看你斧头可以打，用可以用斧头，斧头就慢回。哎呦，他无敌。喂，嘿，喂，喂，你好。嘿，你好，觉得泥皮太吵是不是？好，收到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是，我这已经做600000的这个保护了，还不行吗？中毒了，中毒了！我的声音还透过去了，是不是？超强啊！怎么会这样子？我这地板，我天花板花了600000，这个还太吵啊！你检举吧，你检举吧，算了算了啦，算了啦，检举了啦。没事，没事了。这没办法、啊，这我真的没办法、啊，700000了啊！救命啊！那主播，对不起，没有没有，我在跟那个泥皮大妈沟通。啊，真的是，他一直嫌我太吵，睡不着哎、欸。不是才几点？没有，不用那么早睡吧？工作也是12点结束啊。哎呦喂呀！啊，罗主播，你锁链装了？我掉装了，我掉装了，没事，我升就好了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叫你拆我家，我家很好。1 2 3 4 5 6 6，不准拆。1 2 3 4 5 6，你在数数啦，你这要数什么数？有人在数，数什么？1 2 3，我来帮你们要魔书哎。不需要，就已经快要结束了，谁要附你的魔啊？出来打架！啊啊！几点了？还能附什么魔？吵死人！他记下来，他就又想继续挖，不要再打我家了，别拆了，我们家有脚钱，别拆了。你打得很凶，你打得其实很凶。吃金苹果，夏洛蒂，谢谢谢谢，很少。没钱。你有金苹果吗，夏洛蒂？哦，你看的不好。有有有，这里这里，吃了吃了吃了，你要你吃到你吃到，来吃金苹果，然后反射他。有。夏洛蒂，你现在只要射杰克一个人就好，其他不用管，射杰克射杰克。射他。对。我把他上面射他射他，跟他对攻，对啊对攻。我已经没装了，小弟，没有剑了，我没有剑了，你没剑死，我身上还有16个给你。好，嗯，跟他对攻，谢谢啊，其他人会帮你打。不要偷抢别人的剑，什么意思？小弟对攻射他，射他，
哦，第二箭中，再射再射，他这个要绕回去，你就很有机会。你干嘛？他倒一个，他倒一个。他力量，他力量哦。好痛！你好痛！在战场上吃金苹果，不要不要不要打到我。我有种戴假睫毛的感觉。然后下到地上，射击，不是近战。哦。啊，你要没血，你要没血，我保护你。他接下来呢？啊，不能中毒！啊啊啊！好。那个中毒，中毒，中毒，凋零，凋零，会不会反凋回去？反凋回去。对面是什么？最后的凋零。反凋回去，反凋回去。杰克两滴，打他。啊。暗残，暗残。他超残的，好吃。射他，射他，下陆地。杰克在回去的路上。我的。啊，兔子喵挂了。啊。我要死在哪里？我死在这里。哎呦，你打很多，打很多，想说最后你可以往他射倒。我想结束了吗？可是我的尸体找不到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好棒，好棒。哦，这个图好烦哦。啊，这张图就是有击退就会很厉害。对啊，有击退就好烦哦。为什么要有才？要有燃烧击。辛苦了，在哪里啊？哇，这个击退很强哎、欸！等一下，你们这，等一下，你们的语音很低。为什么哈基还在踩？你还在走吗？我操！说你在，你想要挖那个是不是？哈哈哈！我把它埋起来。我就跟你说，别猜，这我家有脚。哎，应该已经猜到了，应该猜到了，只是结束没有算。它就只剩一颗，然后我就把它全部埋起来，而且埋超肥。我就说，毕竟你要挖到那一个，就只能挖。哎呀，阿喵一开始那个击退二好可怕哦！我一看到阿喵那个，我就马上下去就没了，马上学漫步。对，我只能说敢不敢，本人过来跟我打，永远打架都有个替身使者冲出来。谁？谁？还有谁？就有一个人打一打，后面会抽一颗巧克力出来啊！哦，我当然要保护一下他，但泥皮我没有保护啊。因为泥皮没有出来，很早才出来啊。哎、他中后期我就一直把他赶出来了，因为他前期连十块钱可以挖铁都不知道，我前面游戏前十分钟一直苦口婆心的交代，下陆地全知道，他都不知道。我在守护我的国土，我可是为了我的。那还谁说？哎、欸，怎么有钻石？钻石是什么？挖黄金会有钻石？屁事！我是尽责的。那个泥皮什么都不知道，欸、升级一下啊！升级在哪里？四十块要买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书？屁事！我要守护好我的国土，看到了没有？夏洛蒂的弓箭很错，很不错哦。挖自己家的部分还夏洛蒂，我只挖了两个。你别安静了，他还挖我们家的，对，他还挖我们家建筑。我只挖了两个，然后就开挖我们家，哎，气死！啊，夏洛蒂挖了两个，你可以看你的杀人次数，你有几级杀？我杀了24个。24，他的那个弓箭他自己附的强力是超鬼。我的弓，你弓在我身上。强力是火焰，我给了泥皮，他好像没什么用到。啊？你给我什么？弓箭、啊、我给了你什么？我把杰克的装全给。我还有机会，我不要再跟他同队了，气死！啊？为什么？我是个称职的队友。个屁！后面有重新弄装，有那个从头拿到尾，凛凛的那个弓箭一射，我就知道，哇，这里不能乱拆了。凛凛的有强武吧？没有强哎，你凛我不知道，我是强是无限火焰，我没有无限。凛凛呢？但我冲击二，我的强武火焰冲击一，对，他一射到我就知道这里不能亲门踏户了。才刚弄出来，来不及了。嗯，欸、这个很鬼，受到媒体力，王国射箭就很容易受到媒体啊。但这一张真的也是很厉害。目的就是耗你们体力。我看见那时候你掉装，很想说哇，这就是超免洗。
然后看到哈基往前冲，哈基说：“哎、欸，他一剑哎、欸！”然后我看你一剑装都没有，一剑强力武被打掉，应该蛮正常的、欸。我刚才想说，他怎么一剑被射死了？加鲁比就一直说：“这个一直来拆，不要再拆我们家了。了”哦，生存地图，生存地图。哎、欸，没弄到。都是你撇过，不要再猜了，我什么？要不是他是国王，他国王他一开始还不知道你为什么倒两次，莫名其妙。嗯，我是被暗杀的，我一定是被我的子民们杀掉的，是不是你，巧克力？